統係用 PLC。成排放落去自己落料，咁但係咧關鍵你要用直線機，同埋要截斷。佢呢、這個佢呢個咁樣嘅，因為佢呢個啦，呢、這個可以倒過嘅，啊，即係我哋全部加埋直線機一樣啫，一樣得㗎。因為要倒過，所以你必須要。所以唔係，咁、樣快過你加埋條直㗎。倒過好快啫嘛，倒過佢全自動啊嘛，好多都廿全自動，一查料蒸落去，咁啊得㗎啦。